没有没有，我想让自己轻松一点。自己的音乐会跟演唱会之外，我现在也在跟三林老师筹备我自己的专辑，对，然后再来就是忙手上艺人的事情，所以也做了一些幕后的安排啦，对。你接下来要39，会担心吗？因为听九的数字逢九，今年还。怪了吗？还可以冲洗啊，对，喜事来。哦，哎，喜事不错。干嘛逼婚啊？啊，所以是3个月瘦了大概8公斤。对，差不多。之前真的太放纵，所以我曾经一度到73。可是算是幸福肥吗？还好吧，但是因为另外一半吃不太胖，所以我会有时候不小心跟他吃。没有，我没有做，我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爸妈就走这个时代，然后我觉得爸爸不应该当我们家的这个回收厨余吧，厨余有点难听。有说想结婚？怎么会是问这个？跟我准备的完全不一样。有啦，就是我觉得是心态上面对结婚这件事情的不排斥。而不是说现在就想结婚这样子，有一阵子可能对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是比较难去相信它是一个很纯粹的状态，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感受到还是有人可以给出这个东西这样子。嗯，现在的另一半给你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不然是谁？觉得小孩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嗯，有知道，避而不答。啊，什么意思啊？就觉得需要真的很认真，而不是这种当下问就有答案的状况。对，你们是需要有谁跟谁求婚？不是，应该是我吧？应该是我。对对对，我没有没有没有还没。那你有在规划吗？我们有讨论过这个议题。讨论讨论，对对。我可能会选择不太一样的东西吧。项链。这有比较特别吗？只是从戒指。我认为每一个人他在开这个口前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他愿意开口，我也会很开心。那个就有点夸张了。是有这么难开口是不是？目前是，目前是属于一个我不会过问，然后也可以相处的状况这样子。其实这几年过年，我几乎都是有去到彼此的家里的。对对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真的有跟他们的家长讲说他们我们的关系啦，我不晓得，我只是会陪他回去，可能吃吃饭这样子。那之前韩国行算是有预知蜜月的概念？没有啦，蜜月不可能只去韩国嘛。总进来我们要收敛了。平常是在美国吗？是，就为了这个活动回来。当然啦，当然。所以美国适合度蜜月吗？当然啦。Of course, yeah。只要你是在 honeymoon， 其实哪里都应该都很好。对对对，其实留在台湾也可以啊。哦，对啊。